同志们，请你们记住，一个兴盛民族的背后，必定站立着一支强大的军队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。 通过黑山口，监视系统发现，半一名一部正向这里接近。王参谋，到。命令立刻编队，冲过黑山口。是。请立即报告你们现在的位置。再过5分钟，我将到达黑山口。 三儿，演习期间，你跑来又添什么乱？您老不回家，我只有到这儿找您来了。嗯，又是你姐姐，咋咋呼呼的，她跟你通风报信了？没有啊，是一鸣告诉我的。他说您要直接从北京飞到这儿看演习的。以后啊。 在这种机要地区，不要跑来跑去的啊！影响不好。好吧，爸，我给您倒杯水去。哎，我没在家，那些鸽子没有跑丢的吧？爸，您先说说您吧，可不去隐瞒什么。 啊，在北京又疼了一次，你姐姐就非把我拉到301去做 CT， 结果怎么样？胡扯淡嘛！哎，只不过是幽门、喷门之类的小毛病。爸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嗯，我紧张了吗？ 您自己不知道，每次您一紧张，您就习惯两只手抱着杯子。啊，呵呵，哎呀，你这个鬼丫头，没事你就变着法的琢磨你老爸。 确实比我高明。师长，检方来电话。
他们一营已经渡过了打鱼滩，其余的一个小时之内全部过河。好，王参谋到，告诉刘政委和简范快速前进，立正赶到指定的空军区域。是。嗯，你来的正好。三儿，不信你问问和平，我的病有那么严重吗？苏展，方一是学医的，他自己会判断。爸，就算 CT 没照出什么来，可你老这么疼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吧？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的。你呀，你又吓唬我。爸，我就提醒您，让您注意点休息。像您这么没白没夜的干下去，要是把身体累垮了，用您自己的话说，就是对人民军队不负责任。嗯，干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就是休息。爸，您这是狡辩。哎，好好好，咱爷俩的战斗告一段落。哎，和平啊，总攻要开始了吧？是的。走，咱们先去看看演习。三儿，哎，等演习结束以后啊，你跟我到 A 师走走。我已经早已不是军人了，我去那儿干嘛呀？哎，看看老部队嘛，顺带着再看看英明。英明好像好长时间没有回过家了。爸，您别去给人家找麻烦去。嗯。我给他找什么麻烦？你也太官僚了，现在人家都说他要搭你的末班车。哦，我明白了明白了。啊，其实啊，我要是给 A 师物色了这么一个参谋长，那也是我离休前的对部队的一个贡献。其实成得了成不了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，英明只是候选人之一，还有集团军和军区党委层层把关呢。我听说再过几天英明的母亲要过60岁的生日，这可是大寿啊。你和英明结婚10年，总不能10年只见婆婆一面呢。你记住，以后在公开场合不要帮我。我记住了，首长。老军长，一切就绪了。演习开始。红方从东西和西南三个方向对蓝方发起进攻。
红方从东西和西南三个方向对蓝方发起进攻。红方从东西和西南三个方向对蓝方发起进攻。吴科长到。命令毛路明让他的纵深机群向北移动，在四号敌机待命，一个小时之后参加1668高地的战斗。是。报告。你到黄土堂去一趟，把那边的后勤保障工作一定要做好，千万不能出错。是。三号命令执行。对，对，各车注意，各车注意，各车注意，攻击速度要均衡，攻击速度要均衡，保持住三角阵型，保持住三角阵型。坦克带进，对，还有你，对，好，好，来，你们俩看，红方的进攻热不热闹？太棒了，这比美国电影还好看呢。我觉着。还是这红烧肉好吃，来，再来一块。嗯，不吃了，我得看打仗呢。啊，红方左翼机群发展正常，蓝方放弃453.2高地。红方左翼机群发展正常，蓝方放弃453.2高地。红方左翼机群发展正常。蓝方放弃453.2。红方主攻集群发展正常，红方右翼遭到蓝方火力袭击。从东西南三个方向。弟兄们，给我拖动，拖个盾牌，不许拦动，任何人不许对红方说出主力的去向，谁说了我就处分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这是我连的伤亡人数，你快去报战果吧。把手举起来。算了吧，老乡，别那么一本正经的吧。少跟我套近乎，把手举起来。魏同晓，还跟真的一样。嗯，好好。战果统计完毕，毙伤敌人45名，俘虏54名，缴获了全部武器装备，请指示。知道了。是。哎，团长，这么重要的阵地，只派一个连把守，又没派增援部队。哎，这个战斗刚刚发起，怎么进攻就停止了？喂，军指，请讲。报告首长，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传来报告，除左翼由蓝方一个连正面防守以外，蓝方主力去向不明。有意思啊。嗯，从现在开始嘛，
这场演习才算真正有点看头了。这个楚天书。 不至于这么糊涂啊！我们团长向你问话呢。一个加强团用半个小时吃掉一个连，能上中央台的头条新闻了。用牛刀杀鸡，杀死也算数。范团长，我们还没有吃早饭，请允许我们埋锅做饭，也请你下个命令，让这些人歇歇嘴。你不想看到不愉快的场面吗？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冲的命令。 凡一团干部战士，再说影响团结的话，一律给予警告处分。命令炊事班在30分钟内给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，以表达A师对你们的敬意。是。你们这一个连顶住了我们一个加强团半个小时进攻，这证明你们都是合格的战士。上面同志。 我这么处理，你满意吗？谢谢，团长，这是我军校的同班同学 ，C 师一团三连连长王刚。王刚，哦，王刚，我想问你几个丝毫不涉及你们军事机密的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但也不能涉及到个人隐私。 哈哈哈绝不涉及。你们为什么没有吃上饭？因为炊事班也加入了战斗。嗯。可这是演习呀，你的士兵没有吃上饭，这种不顾你们后路的安排，你们就没有意见？尽管是诱供，我还是愿意回答。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 王刚，王刚，你很聪明。你，哎，你们不会是楚天书放出来的诱饵吧？范团长，从开始进攻到现在，正好是43分钟。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，与你进行了这番愉快的对话，C 师一团三连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。 荣获集体三等功。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我的任务是让你们团在这里滞留半个小时，掩护主力迂回作战。你已经上当了啊？因为你们白白耽误了13分钟。报告师指挥导演部，来访只有一个连，在指定阵地，主力去向不明。 他们已经严重违反了演习规则，我们团原地待命，并且加固工事。特务连要加强在2公里范围内的侦察，有异常情况速来报告。是。唐龙。 你好像挺高兴，是不是因为让你给说着了？报告团长，唐龙还没有那么浅薄。好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朱主任，我们现在上去，要是被红方抓住了。 算不算俘虏啊？参加过几次军事演习啊？哎，2次了，这是第3次。哼，老资格了吗？啊？阵亡了一回，俘虏了一回，真丢人呐！哎，朱主任，嗯，你会不会开车啊？你是说这个？对，没问题。哎，朱主任，你看何必再让我们去当一回俘虏呢？行。
那我一人去，让他们一个俘虏也抓不着。谢谢朱主任。嗯。哎，朱主任，我刚当上兵就成了俘虏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你也不想当红方的俘虏是不是？是啊。行，你们俩一块儿回去。是。嗯。再见。 哎，朱主任，慢点开，慢点开！哎，我让你们找朱海鹏，你们找到没有啊？方副司令，朱海鹏还没有找到。一级国药 C 师的常少乐，报告军长，蓝方司令部说常师长不在那里。嗯，那就找楚天书。 对，老军长，您看，我看这很好嘛，啊，蓝方是不宣而战，嗯，哎，你们在座的都应该感到很荣幸嘛，啊。 你们赶上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打破规则的演习。哎，老陈，咱们到前面去看看吧。好。班长，喂，班长，报告兵，长九九零，头部参谋长电话，八九九零，八七，报答。 我说，头部参谋长，他常少队和楚天书、八戒演习搞成这个样子，他们要负全部责任的。九九，他们这是违抗军令，乱出风头。六三，你们导演部控制不了剑阁部队也是有责任的吧？我建议马上终止军事演习。黄师长，请您冷静点儿。陈军长还没有回来，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嘛。现在。 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，最主要的是要全力以赴找到蓝方的主力。我建议你啊，尽快的调整部署，防止蓝方的偷袭，要不，你的戏可就不好收场了。我怎么调整？你给我的情况不明，敌人失踪，我根据什么调整？你至少可以把部队收缩回来，就地组织防御嘛。 加强观察，引起位置。副参谋，到。方圆2公里要加强警戒。是。团长同志，发现一辆蓝方装甲车，请指示。给我拦截他。是。 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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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更像家养鬼子了。一见面就说这种话，不太友好吧？没有办法，这都是在课堂上养出来的习惯，总想让自己讲课的内容和形象相一致。今天这双皮鞋啊，太差了。哎，我说，你怎么从蓝方的庄稼车里出来的？和楚天书借的。来的目的是想证实一下，看你会不会在一线。你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这可是10000多人参加的军事演习呀！我真为你早出生50年可惜。
你连国有国情、军有军情你都不考虑，你这身军服恐怕是穿不长了。塔龙，你看团指挥所说的什么地方合适？在那儿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朱主任，祝贺你建成了全军第一套战场微波监视系统。那是 C 师七千名官兵卧薪尝胆的结果，朱某不敢摘这个桃子呀。英明，要不是你的一团固执地向前突进，那个四公里宽的无人区也不会出现。我军旅生涯中最后一次亮相，也就没机会了。你这次是赢了一局，但只是不宣而战，赢得不光彩。英明 ，A 师那种自我良好的感觉，在你身上显得特别可笑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你要是三天不努力，就这个小你七八岁的唐龙，你就无法和他过招。别把我扯上，我算什么？A 市的一个下参谋长干事，行，知道藏锋吗？比我强多了。团长，我去安排一下。去吧。是。英明，政委啊，政委，你好。范队长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，连点剩汤剩菜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啊！简团长，只有一个连，你要是眼馋，就记你们二团账上好了。怪不得只听了半个小时的响了啊！哎，那他们主力上哪儿去了？如果楚天舒蛮干，现在正待在某一个地方，等着和你们打仗呢。这不可能，现在是演习，又不是战争。他楚天舒就是再蠢，也应该知道演习有演习的规矩。田团长，天亮以前，楚天舒带着他的主力，从我们两个团的夹缝之中钻过去了。他们不再把演习当演习了。哼，范团长，我得把你的说法稍微更正一下。蓝方什么时候窜到我们身后了？他是不是在我们身后？哼，这还有待于证实。简团长，你也用不着着急，这个责任完全可以由我们一团来承担。是我们一团没有及时接应，填补结合部的空隙。这场演习。恐怕不能使方副司令太高兴啊！要是楚天舒冒冒失失的端掉你们的指挥部，在集团军的历史上，恐怕就要留下浓重的一笔了。幸灾乐祸，能震动一下你的岳父大人，从此告别这样的演习，也算我不枉白穿这么多年的军装。哎，范队长，你别走啊！还有什么事儿？老范啊，现在师指只有一个警卫连，如果要出事儿，那就是大事儿。不如我们两个团一齐杀回师指。现在敌情不明，还是原地待命为好。如果打乱了建制和总的战场格局，损失会更大。好，话反正我已经说了，那就不是我不够朋友了。英明，现在改变想法来得及。不管师侄是不是有危险，
你就随个俗，派一个营回去摆摆姿态嘛。我不需要一个导师来教我做什么。所长，要下去看看吗？不，到恩施施旨。我倒要看看黄兴安是怎么样应付这个局面的。是。哎，成龙，哎，醒醒啊！什么呀？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思睡觉？又受打击了，这个还不如当初跟朱海鹏到陆军学院去做学问。你这人怎么搞的？成天嘴上不离朱海鹏，你怎么总是灭自己的志气，长别人的威风？哪儿还有威风啊？咱们范英明要是有三分朱海鹏那股狠劲儿，咱们 A 师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。其实啊，范英明早就看出他们的套路，就是不敢坚持。看着吧，弄不好啊，能把咱们师侄的老窝给断了。乌鸦嘴，谁要是碰上你，谁倒霉。黄师长，演习进展的情况如何？报告进展，开始很顺利。范团长带领着一团，用的不到38分钟，就拿下了南方的零号和一号阵地。你是红方的最高指挥官，回答你们军长的问话就行了，看我干什么？接着。一团发现南方的主力就没有按照计划行动，根本就不在指定的区域。你的很顺利的战果我有幸看到了，我现在要知道的是，事情发生以后你们 A 师到底是怎么应付的。首先是 C 师破坏了演习的计划，我们请求导演部终止演习，可是导演部跟你们联系不上，所以你就在这儿等。都快一个半小时了，你没有向部队下达一道命令。你的一团嘛，在占领区挖工事；你的二团在搞拉练；你的预备队三团呢，在沿平安坞市。汪兴安呐，你这个师长是怎么当的？师长答得不错，看这地图啊有多大。这沙盘堆得蛮有气魄的。我看在这要是拍一部解放战争的电影没问题。那还有电脑，怕是用来打字用的吧。王师长，你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呢？留在家里下载啊。报告军长，演习计划中就没打算用。不管你的事，你把常少乐给我找出来。报告军长，常师长找到了。喂，常师长吗？常少乐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，
你把你的一团弄到哪儿去了？哎，让他过来，让他过来，让他过来。哎，让他过来。我对他能把一个团变没影了很感兴趣。刚才咱们在天上飞了20多分钟，居然都没有发现嘛。嗯，好。喂，常市长，你马上到我这来解释吧。啊，我就在 A 师指挥部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在哪儿？哼，你们真是滴水不漏啊！啊，好，我马上派飞机接你去。好，马上派直升机把常市长接来。是。嗯。演习已经变成了战争，我想听听你的打算。你的一个师能把从你眼皮底下溜走的一个团重新吃掉吗？方司令，南方比我们早进入战备状态，请首长给我20分钟的时间，我给你汇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。嗯，就给你20分钟。老陈啊，咱们出去转转吧，让他们也换换脑筋。老局长，你真准备继续让他们打下去？A师是我区的一张王牌嘛，他们受点挫折，我看这也有好处。嗯，其实啊，我只是想听听他们的计划，考察一下他们师指机关的综合应变能力。你我都是带过这支部队的，应该对他有信心啊。我看这个常少乐啊，这两年还真多出点名堂出来。他不会当逃兵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他的一个团在大战前夜穿过了对手的防线，没被发现，可见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了。质量建军嘛，裁军是必然的。C 师作为二线部队，能够迎头赶上，不容易了。嗯。长马杆来了吧？哎，上千人的部队运动，没练出点绝技来，长马杆是不敢冒这险的。C 师师长常少乐前来报道，请首长指示。常师长，你把军部的演习命令改得面目全非，我限你10分钟之内把楚天书给我找出来。军长，我有领导责任，给军里的工作造成被动。你们演的这出双簧能骗得了我呀？好吧，你说说看，军里工作是怎么被动的？长马杆啊！哎，副司令，我听说你们师可是富得流油啊，你怎么闹得这么瘦啊？啊？您看这不是初级阶段吗？钱都用在基本建设上了，那个师部的小灶常年只有2菜1汤，所以也就胖起来了。怕是吃的东西都长了心眼吧？啊？哎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朱海鹏，你呢，是后台老板，楚天书也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施工队长，我没猜错吧？首长英明。哎，不。我是说，我只是做了一次后勤部长罢了。
报告方副司令 ，A 师向你汇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。说吧，我们准备。报告师长，简凡已经发现蓝方主力，三营一连和他们交上火了。知道了。是。方副司令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嗯，去吧。是。小时以后，立刻撤出阵地，执行第三套作战方案。陈参谋，现在离红方阵地还有多少距离？拐过这个弯，就是一片树林，树林的前面就是敌之指，不足1500米距离。全体都有了，做好战斗准备，拐过前面那个弯。就做好下面攻击阵型，给我拿下红方阵址。命令简凡，不惜任何代价，要把蓝方的主力给我拖住。是。命令纵深机群王仲明，先派出一个营，以机枪军的速度迂回到蓝方的右翼。命令范英明，分两路从简凡的两侧，向蓝方的两翼地区逼近，以防蓝方再次逃脱。是。天叔，奶奶个熊的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师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他妈光闯大祸了！给我看看，怎么方副司令和军长在这儿呢？熄火！什么熄火？赶紧待命！待命！熄火！团长楚天书违抗军令，愿意接受任何处分。报告方司令陈军长，蓝方首先破坏了计划。楚天书啊，到。你占领了指挥部，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？蓝方，你用一个营的兵力，你用红方主力东进，我主力夺取敌师之以后，向黄水塘方向机动，打断红方的后勤补给线，然后寻救战机。将其主力各个击破。怎么样，黄师长？你上当了吧？演习到此结束吧。通知各演习部队，半小时以后到这集合。是。有话要说。是。黄师长，马上安排吧。是。师长，怎么办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你躲不过啊！通知各个班，不准谈论，不准说笑，更不准唱歌。是。师长，您是不是看到底牌了？给我透个底啊！你呀。我说你要不续这个瘾，也许就能混过去。我要知道方副司令和军长在这儿，你给我八个胆我也不敢呢。哎，赶快派人去通知朱海鹏，叫他别上这儿来凑热闹。你知道方副司令已经猜到是他的主意了。是，快去。思念还是在分别的时候。